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，昨跟大家小解梦，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和昨这日梦同款，都有无细腻的意思。咱做回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当。有人认为讲读当是白音，文音是当；，有人认为讲当甲当，这是方音差。这日当就粗鲁、凊彩意思，像咱讲当兄，另外嘛人读做当兄。那是有做代志，甲雄雄公公较凊彩，另外嘛有调件意思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懵懂，又就是戆戆、空暗、空暗。古早也阁有一个词，讲是孤独。第二个词读作当下，头前讲到有雄公凊彩，嘛有调件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老的老婆听，少年的较当下。阿明知影讲伊较少年，做代志较懵懂，要做重要的决定之前，拢会含厝内人参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“当”，另外一个音读作“动”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